我是姑奶奶啊，这时间都快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机场？去了又能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谁又记得谁？哥，你不去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，戴爷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有点感情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导演，我……妍妍，你怎么了？戴爷，你还好吗？你会跟我干嘛？怪我，去机场接温翔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林森，干什么去啊？出租车。师傅，麻烦去机场。好嘞，坐稳了。欢迎收听个人原创耽美广播剧《念及于他》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晕倒了？真倒霉，出去散个步都能捡个人回家。哎，喂，醒醒，我叫温翔，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这是摊上事儿了呀。你可以不回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现在在我身后的是当红小生林森所在的医院。据知情人爆料，林森在拍戏途中突然逃跑，并在坐车时遭遇车祸，出租车司机当场死亡，林森现在正在抢救，请继续关注我台后续报道。草莓台记者张一。林姐，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让他走，他就不会出车祸了。乖，不哭，林森还在抢救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安心等结果。医生，医生，林森他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医生，医生，结果如何？病人的情况很不稳定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要看病人自己的意志了。他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病人需要休息，请不要堵在门口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为什么一片黑暗？对，我要去找温晓。温晓回国了，他回国了。温晓，温晓，你在哪儿？喂，我在这儿呢，看这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为什么我看不见？在哪儿？哦，我忘了，这里很黑，你看不见的。啊，不过你可以摸，你摸摸看，我就在你的面前。温晓，真的是你吗？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小爷啦，除了小爷，还有谁能这么帅呢？小小，你不怪我了吗？林森，你跟我来。这是你救我的时候。是啊。前面有个人弹吉他呀，哎，过去看看。我不要。你为什么不要？我看你的琴盒里不是有钱吗？难道你要别人的不要我的？琴盒里是我自己的钱。你别走啊，我给你道歉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晕倒了？真倒霉，出去散个步都能捡个人回家。你知道我干过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？小小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就是救了我最后悔的，就是救了你。走吧。哼，
小爷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输过啊！不管不管，我还要打，我就不信打不赢你。可惜了，我林森长这么大也没输过。哎，他刚刚说他叫林森，他是想起来了吗？嗨，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？技术这么好，我都打不过你。你当然打不过，要不然我计算机白学了。我是说，我前几天学过计算机。别装了，你刚刚说你叫林森。我的意思是，停，我不想听别的，你就说，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一周前，一个月前。我去，你敢骗小爷这么久？当时多好啊！是啊，当时多好啊！来，继续走。啊，张嘴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西瓜可甜了。是很甜。来，亲爱的，再尝尝看巧克力慕斯。真甜。哎，对了，小爷亲手做的，甜吧？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哎呀呀，不要这么直接啦，小爷找你也就是一点小事，小事。嗯，说。嗯，我就是想有点事问你一下。嗯，你是为什么离家出走的？哼，为什么？为了我妈。你妈？对，我妈刚去世半年，那个女人就等不及勾引到我爸，进了我家门。这种女人真是恶心，为了钱什么都愿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我倒觉得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妈也嫁给了一个丧偶的男的，不过她不是为了钱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就和那男的在一起了，不过后来那男的接受家族联谊和我妈分了。这都几十年过去了，谁知道他们又在一起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其实吧，我还想问你一个事。嗯，你能不能不回家，留下来陪我？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小爷喜欢你。傻瓜，我也喜欢你。那时候真是傻呀，我居然没有想到，我妈和你说的那个恶心的女人。竟然是一个人。小小，别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。好了，别说了，继续走吧。林森，你给我弹一次吉他吧。弹完后，咱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小小，别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妈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你最不屑的后妈，为了钱嫁到你家的后妈，其实是我的亲妈。你现在知道了。我弹吧。就像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温晓，你若出了这个门，从此咱俩一刀两断。求之不得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归来酒吧。嗯，好。打给你的。给我。林森，我可算联系到你了。伯母出去找你时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呢。伯母？谁的伯母？哪来的伯母？你妈，温晓的妈妈。温晓现在也在医院呢。温晓？温晓在哪？温晓，我马上去。你终于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三天三夜没回家，打电话又不接，伯母着急了就出去找你，谁知道路上出了车祸。该死。温晓，你怎么样？你听我解释。你滚。你听我。你滚。医院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病人的家属是谁？我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安心休养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后来伯母你好，你别出国了，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是啊，我妈伤成那样，我怎么可能会理你？那你原谅我了吗？你愿意理我了吗？切，你听好了，小爷原谅你了。是真的吗？温晓，
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哎哎哎，我不就在你的眼前吗？你不在这儿，这只是我的幻觉。如果是你在做梦，那我原谅你，不就也成你幻想的了？也对，我怎么可能得到你的原谅？林森，你听着，这不是幻觉，我就是温晓，我原谅你了，并且我想问你愿意和我走吗？去哪儿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太平洋里，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太平洋？为什么会在太平洋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。我愿意，愿意，只要有你我哪里愿意。糟了，时间要到了。怎么办啊，小爷不想带你走了，小爷想一个人去快活了。温晓，你别走。温晓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林森，你不能忘了小爷。小爷，我原谅你了，还有我爱你。温晓，温晓，温晓。林森，你终于醒了。在哪儿？你在医院，你出了车祸，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温晓，温晓呢？温晓他……我睡了多久？一个星期了。我知道了，把手机给我，你先出去吧。好，你刚醒来，要多休息。新闻，新闻在哪里？新闻，由美国洛杉矶开往中国北京的航班坠毁太平洋，机组人员与乘客无一生还。准备抢救。似星河，却一闪而过。是谁还在执着曾经的承诺？命运太多风波，避不开你我。是阴差阳错，或注定蹉跎。深情可曾被岁月消磨？那些未说的话，未完的歌，你能否懂得？窗外万家灯火闪烁着，无一盏属于我。如果当初我们不曾放任彼此的陷落，是否就能逃过这因果，也可洒脱道声别过。你是否还记得相遇的那刻，你嘴角的笑意温柔了轮廓，又把吉他弹起，却无人相和。但默言是脆弱，还有谁能看破？谁甘心默默，谁留恋不舍？缘分终究被宿命错过。说好天长地久一起白头，却只留下我
就算天灾人祸太难测，也从不曾悔过。听说大海无边，过于壮阔，你会孤单吗？人世太多纠葛，躲不过，我们来世再见好吗？那些未说的话，未完的对，你能否懂得？窗外万家灯火闪烁着，无一盏属于我。如果当初我们不曾放任彼此的陷落，是否就能超过这因果，也可洒脱到舍别过。